小天下看地图，百变建筑篇。当地图遇上世界建筑自己做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要去英国看大笨钟。我要去西班牙看圣家堂。地图是对世界的赞颂，建筑记录城市的表情，让我们跟着地图一起探索世界吧。小天下地图，世界建筑自己做，全国各大书店热烈贩售中。